它的版型我觉得是在牛仔吊带里面最少见，它算是有点直，它有点小鱼尾，麻袋鱼尾，对，小鱼尾，对，它不会包臀，它算是先直，然后再对，先直，有点小伞状这样子，像后面是这样，但是应该不能穿到鞋了吧？对，它这件小了一点，它这件是不能穿到身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差不多极限，大概中后期七个月，六个月左右极限，因为可能屁股不会再大一点，嗯，它六个月大，它超可爱，而且很大，很大耶，非常非常大到腰这边，对，它整个上可以放一只手机在里面，对，来好手上。可以，对，可以放横的，可以放横的，真的，我是最大只的手机，我可以放横的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这里话是都可以调节颜色的话是，你是浅色，它总共有两个颜色，一浅蓝，一浅色毛衣针织，或者是格子衬衫也都很可爱。就选一些浅色系的来穿，这种好看。那这个话就是不管你要搭深或搭浅都好看，双蓝色。哇，这个你看一下，这里还有就是两个车线，所以穿起来很瘦，对，会很瘦。那背面呢？看一下背面，背面是背面也是有两条车线，对，产后，对，产后它比较休闲的感觉，但是这种牛仔就是。休闲绝对是最很无违和感，但是它这件它的版型，那你再穿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休闲的，我觉得也会适合，因为它是有点小鱼尾这样。好，那我把鞋子穿好，现在就是产后的样子，我觉得这个的话里面配条纹也很适合，如果你是条纹控。